今天讲舅舅没关系啊，他没事，他是他的运气。啊，有哪里有？那我们家小凤啊，喜欢吃他的酸辣粉了。飞机场这个东西他都不喜欢吃。四罐，一人两罐，够了吧？你吃两罐，我吃一罐。这里还一罐啦。那我这个，我吃这个。这叉子拿出来一下，这个倒进去，好香。飞机到南宁，到南宁呢已经有6点钟了，然后再坐高铁，然后再回桂平，应该是晚上1-2点钟了，有吧？10点多。十点多啊？10点多就到家了吗？到了。10点多到家了。
因为我们是从十二号出来的，今天呢已经是19号了，已经出来一个星期了。所以说你说我们真的很少出来这么久的，如果是单身的话出来几个月都没问题，就成了家不一样了。关键我是想小孩了。是啊，因为要反正老是会想到小孩的，昨天晚上做梦还梦到小孩了。所以说一定要回去的。本来还想在这边播到机场的，但是先回去看一下小孩，我们说下个月我们再过来。因为我们在这边呢也考察了几个品牌，然后呢我们决定呢要回去用过了之后，我们如果觉得这个牌子好的话，我们到时候再会做一场这个品牌的这个专访，这个专场直播。所以说首先我觉得要先自己体验过先，自己体验了觉得质量不错可以，然后我们再过来和这个老总谈价格，把这个价格谈到最低，然后我们才会搞一场这个品牌专场直播。好了，如果大家你们有喜欢的品牌的话，可以和小峰说，小峰和光哥呢可以去到这个工厂啊，或者去到总部给大家谈这个价格。好了，晚一点我们就回到贵宾了。要到了这个吃饭的时候了，好香啊这个。好了，我们大概10点钟就回到贵宾了。哎，8点钟。8点钟就到了吗？这么快？拜拜，朋友们，拜拜。晚一点再见，拜拜。田螺，关哥，你最爱吃的田螺来了！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没有，好久没有吃这个贵宾的这个了，我还是比较习惯吃贵宾的。嗯。哇，来点小酒吗？那瓶小酒拿出来，在哪里？家乡的味道。哎，这个吸不出的，先把它怼进去，用力的怼，怼进去，然后这样，看着啊，得了吗？那样子看，吃你都吃了，全部吃完吗？哪里有屎？变了呀！你那个肯定是好吸一点的，你吸这个，这个我吸了很久没有吸出来。你看好，先把它怼进去呢。这个是他那个屁股太大了，漏太多风了，吸不出来。要不你先吹进去。哎，得了，光哥把那个屎都吃了。哪里有屎？你看这个这么大个，有点像福寿螺。好大个，我还是喜欢吸这个小喝一点的。我看吸一下这个清楚。三九八点，给你试一下。蓉姐，刚刚回到贵宾，现在在吃点东西。看来我不是吸，我不是吃田螺的料。啊，来，这个八个角了。谢谢光哥。还是回来吃得饱一点哦，还用讲？哎呀，真的是一方土养一方人。你以为人家说家花没有野花香，这句话是真的，这句话是假的。什么东西？那形容什么？就是说回来吃个好。回来吃好是吧？嗯，我意思是说有句话叫家花没有野花香是错误的，肯定是家里的东西好吃，家里的东西香是吧？对呀、
那外面野外那些怎么好吃？爸爸，还有好多东西在下面，先去睡觉先好吗？弟弟呢？你在睡觉。睡觉，今晚上和妈妈睡好不好？那上去睡吧。我要在那里。你现在回去睡是吧？不用装萌萌，外婆说的。好的，怎么讲话声音有点沙了嘞？是不是上火了？就是啊，吃多饼。吃太多饼饼啊？嗯。谁给你的？我也不懂。睡觉吧啊。嗯。